李嘉欣踩夺温翔晒命，更比派妹及实。三二一，剪彩剪到惯嘅嘉欣，咦，咪咪谷到咁行，好少见、啊。梗系啦，话晒杀入旧亚刘联雄嘅夺温，帮间餐厅剪彩、啊，有冇勾起啲特别感觉先？啲记忆应该你哋深过我，其实我系第一次嚟嘅咋，咁就唔系咩特别感觉，行到入嚟呢度就觉得呢度啲嘢应该会好好食咯。但大佬四年前用夺温署名喺报纸登广告向你贺寿，上年仲帮呢度改名夺温噃。咁我谂我喺好多人心目中都系佢哋嘅夺温嚟嘅，就例如我阿妈啊、我家姐啊，即系可能我经理人都觉得我系 the only one 嚟嘅，系啦。啊，咁点解佢唔系？我谂佢真系，佢点会娶我？咁风骚晒命。唔怪得大佬女友金比要派喺华人置业做嘢嘅妹嚟监察及实啦。嘉欣口小你，仲话唔惊老公呷醋添。佢都唔系好知，因为佢喺度公干，佢都唔系好知我做乜。我以前啲都会可以带佢嚟呢度食饭咯，咁啊。哇，仲谂住妈必踩场。呢度十月开幕，会唔会直情做埋开幕嘉宾先？冇所谓嘅，如果我接受到即系有被邀请嘅，我到时先谂啦。哈，睇怕系金比要谂点算多过你啦。